此刻车厢外面传来的细微嘈杂声，我却听得一不久，我被一阵燥热弄醒，挣扎了很久，咽了咽口水，缓缓睁眼。车厢里一如既往的安静，我听不到一点声音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反正已经到了凌晨三点。就在我劫后余生的松口气时，意外随便吃。